上呢，那即将要登场的是由我们的雪克苏欣啊，要来带来我们精彩的热情森巴表演。然后我们的现场老朋友手机相机啊，准备拿出来，哎，来看我们的美女震撼的舞蹈秀了。那今天呢，也特别的感谢我们的主办单位，由我们的张一胜新港乡公所啊，由我们的叶梦龙，还有我们的乡长啊，特别呢啊，率领着我们的乡公所所有的我们的单位啊，来今天举办我们今天这场音乐晚会。然后当然环保彩色后哦，妈做的为鹅肉啊，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了哈。所以呢，今天呢，邀请我们今天特区森巴秀为我们今天的开场来带来震撼的热情森巴舞蹈秀，来欢迎雪克苏欣。来，老师，音乐曲。手背上天和太阳接力，对面朋友双手借给我。我是改变，脑袋烦恼勇敢的大步向前，我就站在舞台中间。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青春没有你。Thank you.
现场的是不是来点掌声给我们的雪客甜心？哇，非常热力四射的我们的热情八十三八舞蹈秀，哇，来拍个照，拍个照啊！我们今天呢，这个热力四射的舞蹈服啊，非常不一样，带给大家，所以呢，一定要拍个照来庆祝一下啊！因为我们今天雪客甜心呢，安排的舞蹈呢有非常多，那每一套服装都精心呢来设计过的，所以呢，邀请我们现场的粉丝好朋友们，大家一同呢来目睹我们的雪客甜心的风采。那今天呢也非常开心，大家一起呢来参与今天哇，那欢送给咱呢大家嘛，来欢迎软的时刻，当然呢现在就好朋友来共襄盛举。那相信我们今天的晚会呢，哇，能够非常的圆满非常的顺利，也期待大家陪同我们大家呢一起来欢送着我们的大甲妈祖离开我们的金港乡。那当然，今天这么开心的日子里面，也祝福大家呢都可以一切顺心，事事如意啊。情森巴舞蹈服啊，哇，为我们今天的晚宴呢隆重开场序幕，哇，做一个非常棒的我们的开场，那让大家呢都可以眼睛为之一亮啊，同时呢也响应着呢我们今天的主题，能够环保做好，哇，哇，因为现在呢响应环保，那当然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中环保的做好。让妈祖的儿乐他们身上的这些呢贴心啊，真的是环保材质，所以呢都是一根根羽毛自己粘上去的所以特别的不一样，精心制作。那也希望大家呢把他们的美好的一刻美好的这个画面也要永远的留下来啊。OK， 好的，那我们也刚邀请我们的雪客甜心，那梳妆一下我们的服装待会呢一样呢会来进行我们第二阶段的舞蹈。那同时也感谢我们今天呢主办单位有我们的。